端上面呢，其实有一些资源啊。云端上面呢，当然除了这个范例档之外啊，另外有云端白板画面，答案的话都放在这里。所以第一个单元有没有？我们会用到了相关的函数的这个画面哦，我会把它截图下来，然后一些答案啊，甚至是一些程式码，像那个后面会写到的句集啦，或录制的，有没有？这个是录制句集的这个程式码。当然，有些你如果假设没有做对哈，你可以 Ctrl+C、Ctrl+V， 那至少程式呢，你也可以先乱乱看。当然不是说你 Ctrl+C、Ctrl+V 就算了，你可能还是要把它 delete 掉，自己重做，要跟至少尽量能够跟我做出来的结果哈是一样的。OK， 好，所以这个请各位自己再稍微 run 一下这个云端上面的东西，云端白板啊，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边有个论坛。那教学论坛的话，这个是之前就是前几个学期上课的论坛内容。那理论上呢，这些里面就是放什么呢？放之前每一次上课的影片连结啊，比如说这边有放了12次，从第一次到第14次的影片连结啊，比如说这是2021的嘛，啊，连结就长这样。所以如果你假设回去你想要先预习的话，你可以先怎么样？先把我这14次先通，反正你就先挑着看，至少了你也会知道说哦，后面即将会上到哪些内容哦，你也比较能够稍微安心一点哦。当然，你如果愿意跟着做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呢也比较知道说后面的相关的课程的那当然一样，我每次上课一样会把它录下来哦，所以这个部分。那只是说呢，这个是不开放的，不是，就是你们原则上，你如果要加进来的话，记得还是让我知道一下你的学号跟你的姓名 ，OK 哈，否则不予加入啊。这个因为我这个是不对外哦，只有对你们上课的同学，所以刚刚好像已经有一些同学加进来了，我刚刚好有稍微瞄一下，所以啊，当因为这个是我建立的啦，所以这边会有个待审核成员啊，比如说像这边有一几个啦像这个是一个小时前，但是因为都没有给我任何的原，就是你的学号跟姓名，所以如果你要加进来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让我知道一下你是上这门课程，就是或者是你告诉我说你是六七或者应该是八九节上课的同学，那我就直接把它打勾，就加进来。所以这个有没有是像这个一个小时前的？这一个小时前应该是是我们的。第几个？第二个？第三个？旁边那个又拍到了，可以把它关一下。有没有同学那个旁边的画面？因为你用广播变成两个画面嘛，这样看。你们看到的画面，为什么我知道了，它这个广播系统常常会有个问题，会挡掉。挡掉了。我可能要把这个广播系统重开一下。这个是以前做出来的结果的，比如包含就是他统计什么 AED 啊，他其实做可能住新北市吧，对于那个 AED AED 就是应该知道这东西吧，就是可能他已经昏迷了，他缺氧了，而且你可以把他电一下吧，他就会，但可能还是要专业人士吧，一般人不知道是不能也不能随便乱用这个东西但是紧急好像还是蛮有帮助的，因为有些人好像突然缺氧，有没有中风了，还是怎么样？你可以让他至少可以恢复心跳呼吸，有没有 ？OK， 那这个东西当然它一般数据呢，你要了解其实不是很容易。可是它如果会一个图，像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像这个图的话，板桥市有没有？它是最多的，而且比例占比有没有？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是有占比的。所以呢，如果假如你可以用图形来呈现一个数据的话，相对比较容易让人家了解 ，OK。那至于要怎么呈现，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你们自己去权衡一下 ，OK。那其他的像什么全国的
电影票房统计，有没有？它好像这个是哪一年？应该是4月24到5月1号。然后你会发现啊，这个期间好像日本跟美国占比是最高的，其次就国片，然后韩国片占第四。不过好像跟印象不太一样，好像应该，我觉得韩国片应该在这里吧，日本片在这里吧。我说这资料怎么统计的啊？啊，这个也是同学统计出来的。另外物价指数，有同学对物价很关心，所以他去抓那个开放资料里面跟物价有关的，他先画个图，然后你可以看出啊，每年的，甚至你会发现啊，在110年2月啊，甚至那个物价是下跌的，有没有？反而又回弹了，那最近应该是往上弹，可是至于这个物价啊，涨多少，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啊图，让我们比较好了解。那其他还有像什么历年的油价啦，或者是说地震有没有？像哪一年地震比较多？每年的次数在那边有一个汇诊哦。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利用开放资料绘制出来一个图表。所以将来的话，我们基本上会有五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先了解函数，再录制去集，再来撰写 VBA， 然后再来就是枢纽分析表。枢纽分析图大概会有这些东西。那所以呢，今天的话原则上因为开个头啦，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原则上会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综合练习里面的这个问题。那其中的话你当然要先想想看你需要用哪一些函数， REPT 加 LEN 加 N 的符号，把它写一个公式就可以怎么样产生我们要的正确手机号码。可是问题啊，你可能第一个老师我不太了解 REPT， 也不太了解 LEN， 那怎么办你可以看下方这边有个 REPT， 这边有一个 LEN， 对不对？那你可以先练习。那怎么练习第一个什么叫 REPT 啦？那其实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 repeat， 我在猜应该是 repeat 的缩写， repeat 有没有？那 repeat 什么字，所以把它放大一下，所以游标先放在 C3 然后上面按下插入函数，所以理论上的话我们的动作一会先找到你要放结果的储存格，二先按下插入函数然后找到你要的函数。那理论上呢，因为我们要的函数是跟文字有关，因为我们这个单元是文字与资料所以你就找到文字类的函数。那因为它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所以 R 的话应该再往下一点，这边有个 REPT， OK， 所以特别注意一这个叫一放在这里，二插入函数，三找文字，有没有？这个是二，这是三，这个是四那以后的话呢，基本上假如这个函数你从来没用过的话，没关系，你至少要掌握几个要点。第一个，他会需要几个资料你会发现这边逗点嘛，他要两个资料，那顾名思义嘛，前一个是 text 就文字，意思就是你要重复什么字，后面这个叫 number times， 顾名思义嘛，重复几次的意思，有没有？所以那因为他这个都是用英文呈现，而且这个有时候他的英文不是 很好，所以你自己要懂得去把它翻译过来然后底下有一些说明有没有？依照指定的字串，几字串就文字，重复几次显示，有没有？大概是这样子大概看一下。好，那你看懂就按确定。那你会发现呢，你又给他什么 text 的话就是哪个字星号。所以呢，我就把星号，星号怎么不见了？星号好像被等级盖掉了，没有在这里OK 所以1 2 2的话就是找到 REPT。然后3的话就是给文字，就是这个星号，把 text 这个 C1 呢直接指定到这里。那要几次呢158，每100笔，所以除以100。OK， 所以我们就先把 number times 点到158再除以100。好，那你会发现如果你除以100之后的话呢 ,158 除以100多少 ?1.58 的结果就出来。但是问题来了那个星号没有 1.58 这样的一个数量。要不就 1, 要不就 2, 要不就 3, 没有小数点的。
所以呢，如果没有小数点的话，根据这个底下的提示，还要再用 INT。 那什么叫 INT？ INT 就是整数啦，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用 INT 函数的话，我会把有小数点的数字变成没有小数点的数字，也就是留整数的意思。所以，我只要在这个计算公式的前面再加一个 INT， INT， 然后前括弧再加后括弧，那意思就是说呢，我要把这个函数用在这一个公式里面，那你会发现它后面的数字呢就会从什么，从 1.58 有没有变成是吧，变成1的 OK， 那意思是一颗星啦，所以INT 的作用就是把有小数点的资料无条件舍去小数点的意思。 OK， 大概是这样，所以以后你用那个函数反正就是大概这样的流程，就是它会要跟你要几个资料，其实就参数了，然后呢你给它正确的参数，它会给你你要的答案，所以函数主要就解决这些，就是帮你重复几次的意思。好，按确定之后的话，好，那理论上做好一个，你不用再做第二个，一般是往下填满，有没有？向下填满。那向下填满就是说，我要把同样的公式按照同样的逻辑往下填满就可以。那你会发现填满之后，奇怪，怎么不是我们要的结果？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理论上应该一次就 OK， 主要原因在哪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正确的嘛，那下一个为什么不正确？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吗？其实最重要应该什么？你可以看一下一个，下一个为什么出错？这个是 C2， 那 C2 不就指到这里？不对啊，我要星号，为什么它帮我指到下一个？跟各位讲，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它有个固定规则，只要你是储存格位置的列号向下它会自动帮你加一。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再下一个变 C3 了，有没有？这个变 C3，再下一个变 C4。可是你想说，老师不对啊，我如果希望向下填满不要加一的话，那我要怎么做？很简单，你只要在这个一的前面怎么样，把它加一个锁住的符号，锁住符号的钱的符号，用钱把它锁起来。OK， 好，给它钱，它就不跑了。OK， 好，所以类似像这样，好。你就留下来，我比如说有一个员工要离开，老板帮你加薪，好，那我就不走了。OK， 类似像这样，好，然后呢，把它打勾，上下填满，这样就 OK 了。有没有发现？那如果你把它锁起来，下一个它还是 C1， 下一个还是 C1， 那就符合我们公式要的。那至于后面你会发现这个 B3 会变成 B4， 这个无所谓，因为这个销售量必须要变更嘛，除完之后才是正确的星号数量，所以后面的那个 B 有没有不能锁起来？如果你那个有没有 B3 那个3如果你假设把它锁起来的话，会变怎么样？你会发现向下填满它会变成都变一颗星了。为什么？因为 B3 永远都 B3， 它不会换成别的销售量。所以记得这边前面不能多，要加的再加，不需要加没事你不要加。OK，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有个概念，向下填满。好，这样的话 REPT 就 OK 了。那 LEN 呢？ LEN 其实就是这种切到这边来。LEN 在这边有个长度嘛，那主要呢，这个我们身份字号是几个字？应该是10个字吧？有没有说应该知道的？所以呢，我怎么知道前面的身份证字号有错误的？有错误应该就是不是10个字。可是我不用想，你总不能说用眼睛自己慢慢算吧？12345678910，12345678910，不可能吧？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插入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就帮你算一个储存格里面呢有几个字，那个函数叫 LEN。OK， 好。然后它一样一个参数叫 text 就文字，然后它这怎么作用帮你传回文字字串的字元个数啦，其实白话意思就是说帮你算里面有几个字的意思。好，按确定，
好，然后呢给他文字 text， 他就过来之后，他记得哦，文字有一个重点哦，就是前后一定要有双引号才是文字。那如果前后没有双引号，那就不是文字哦，通常是数字啦。OK， 好，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哦，文字跟数字不一样哦。好，算完之后，他告诉你说，哦，里面总共有十个字，好，按确定。那其他怎么算？其他呢，向下填满就可以了。那你可以看我，好，有没有？这里面总共有两个哦。哎，不对耶，这个身份证字号呢，怎么会是十一个字？那显然呢，这个填错了。对，那我们就检查出来了。所以，哎，某某某，你那个身份证号填错了，你怎么给我十一码？不对哦，退回，重新再给我。OK， 好，要不然就是说他给你正确的，你在打的过程当中打错了，这也有可能。反正就是 check 了。OK 哈，那这个方法当然就是说哈，如果你以前不会的话，你就傻傻自己慢慢算嘛。哦，是那种，如果你是这样慢慢算，那太傻了。OK 哈，那应该没有人会可以接受，有人不会用len 函数算里面有几个字这件事情吧。 OK， 所以哦，特别注意哦，也就是说了，你们要知道 Excel 里面有很多的函数都可以解决你很多的问题。 OK， 那你要怎么知道？就练习嘛，反正你只要遇到问题，然后就是啊，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没关系啊，你就是游标放上面，然后插入函数哦，自己慢慢一个一个慢慢看，其实底下都有说明啊，到底这个函数它是做什么用途的哦。不过哦，可能要花蛮多时间是真的啦，不过没办法，因为这个东西哦，实际上还是需要实做了。所以我刚好特别强调哦，因为你们目前哦真的还没有到职场上，所以也比较没有机会真的去用这东西。那当然会有个问题啦，因为你如果没用这东西，将来如果你到了职场上又马上需要用这东西，哇，那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 gap 了。那怎么办哦？所以也许想想方法吧，要不然就是说你们将来有一个机会吧，想想看有什么方法。要不然你就是看看你家里你爸妈有没有需要帮忙，你帮他做一些 他的事情，你帮他做，他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你又可以练习，何乐而不为。真的之前好像有个学生真的为了他家里特别还把这东西好好学，学完之后呢回去帮他爸爸处理很多的事情，哇，爸觉得很开心，哇，真的，他学的东西真的是最值得的。OK 哦，然后有个妈妈说，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学不好了，你室友一定要给我学好。不过讲这样有点太 over 了。OK， 但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工作上非常需要这个技能，可是老一辈的人哈，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好像有一些障碍，还是觉得说我不知道什么障碍，就是。对一般年轻人就没有障碍，可是对老人家奇怪，就是很有障碍，这我也没办法理解啦。 OK 哈，哦，啊，反正如果说可以的话，而且你可以帮一些你的长辈，也许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会觉得很困难，但是对你来说应该是变简单的。 OK 哈，好，那这个地方请各位练习看看哈。那底下还有一题，这个比较困难一些些，就是这个画面又跳掉了，画面还有吗 ？REPT 跟那个 LEN 这个部分，那底下有一题了，就性别，那性别怎么？性别就身份证字号的第二码，有没有？第二码如果一的话，那就是男生；二的话就女生。可是这要怎么做？当然要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先把第二码先取出来。那会需要用到一个函数叫 MID， 取中间资料的函数。 OK， 那取过来之后，第二个再用 if 的逻辑判断说它取出来的那个字到底是一，如果是一，那我就把它转成男生，如果是反不是一，那我就把它输出一个女生。可是这一串公式我要该怎么下？那请各位先。